我就是开始录啦，现在是闪红灯吧？对。然后你的还是一条线，希望它有持续冲。那有在录吗？也有在录啦，开始了。我看哔哔哔在跟你说，也不能怎么办。嗯，好，这条线应该可以渐渐冲上去了。走吧。谁先？你先啊，随便啦，随便滑，随便滑。姿势很端正哎，都没有像我在头后座。对啊，头后座会比较不累。啊，看来正常了。是吗？我的。嗯，没有。现在就是微弱的，边冲边录。嗯。微弱的电渐渐变多，这样。啊，你的嘞？你觉得你的电撑到滑完，可以撑到滑完吗？对啊，对啊。下去了，我先了。对啊，谢啊。是我先下吗？
刚这样一搞已经两点了。你说什么？已经两点了。1:35看能滑几次这个。这个赞哈、哦，他在监控他的状况，一直在看。我要确保他移到飞机。这个人家永远站在那里，跑步一个动作，看谁，你这个，那个人守住，助他一臂之力，好用啊。
少了一点，然后剩下的就变成有点像馒头的东西，就是你过去的话跳跳，有的时候是穿不过去，会变成碾过去，然后会跳一下。哎呦，这只是掉的，好险！蓝天在那边，没有。我躺的洞已经不见了，哎，是这个吗？我说我躺的洞已经不见了。这个吧，我们不是有那种棒棒吗？两个在那边试多厚吗？这个吗？但是棒棒有那么深吗？棒棒我下去了。你要先，我先。你先好了。为什么每次都我先？那我先好了。没有啦，我只是问问看。都可以啊。嗯。先试试看这个。
还是很松软。嗯，还是很好，松软的。那我就跟在你后面可以吗？哦，早上多哎、欸，都被冲光了吧？你要特别抓那种多的地方才行，就不会突然掉下去了。对啊，不会啊。啊，继续啊、哦。现在都只是在浮在雪上而已了。你要眼睛盯着它看，然后抽过去，然后大概抽过去一点点，像我这样而已。哼。
下巴没有在口罩外吗？我下巴快冻僵了。你下巴很冷。我下巴很冷。你下巴完全没有波纹啊。但是我相信你现在眼镜应该都没起雾。对啊，但是我下巴很僵。就是坐在缆车里的时候不会冷，你就现在就不要拉。哦、然后现在装下去，准备要滑才拉起来。好、哦，下巴，下巴，下巴都没拉。好，幸好早上有来。再玩一次啊，还是再玩两次？都还好。因为我要东管其他的路。都差不多了吧？不玩了、哦，我说别的路。都还好，别的路。别的路线。对啊，就是换，你要不要换缆车啊？我没差。纯粹研究，也没有要练习什么的。嗯？怎么有一条从那边吹过来的路？会不会是南管来的？对对对，我们从那里来的。是是。对对对，我们从那里来的。他每次辛苦推来的。中间就差那么一点点。很累，最累的那一段。吃个特别的午餐，省得回去的时间。鹅肝哎，油滋滋哎。大概也省了半小时。上一次吃不知道在哪里 ，A Park 还是哪里吃的？鹅肝吗？有吃过，忘了在哪里了。有吗？有，我们有吃过。法国吧。我还买了罐头哎，然后后来还没有吃。什么叫还没有吃？好像给姐姐了。哦，那就好。那就是自己没有吃，就是、买了罐头。好像是法国。下巴，豆浆。你也吃了？你都每天都吃药？没有。消耗过期的爬不动。没有，不吃，此时不吃更大合适。那你觉得吃了有效吗？有啊，上午的话就会比较不流鼻涕，下午会。下午开始会流，但是它就是流，就冷呗、欸。所以那个该不是 Olympic 的左边应该是不能滑的，我觉得。那一块因为它有树，没有那一块是雪道，是、哦、雪场地图有。对，那叫什么名字？忘了，它有个名字，还是那从那里开始就叫 Middle Course。哪有？是我们滑的才叫 Middle Course。但是那一个左半下半部就是我们这里。我在想下半跟上半是不是叫法一样，还是这样？理论上回南管的路啊，你应该一路都可以不用停。你要不要来录一次你的？那天路过啦、啊。啊？那天路过啦、啊，我还剪了一段呢。Non stop。你要不要你的 non stop？ 但是我觉得我跟不上。我跟不上啊，所以就算了。不然你都没有，我不换，我还你，我试着，你不要滑太快，可以吗？就很撸来撸去啊。你搞不好平地的时候就要停下来了。这里还有松的、啊、他们自己滑缆车下来。对呀、啊，不行，滑的危险，我撞柱子怎么办？重点也不是撞柱子，重点是这个是禁止，不要。对啊，我就那天不是刚问你。
你说，那都有一个牌子啊，利路禁止啊，那个都牵线，完全无视于利路禁止。嗯，算了，危险，不要。可能下面很松吧，是吗？只要没人滑过就是松，重点要没人滑过。看起来也很多痕迹啊。那种想要蹭的时候就已经蹭进去了。都不听话。不过真的也没有看到粉兽，我还不知道王子的粉兽穿什么衣服啊。王子的粉兽穿什么衣服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从很边边出发，因为那边还有松的吧。下巴，你很爱刮雪。剩下的就只有这里。什么？现在就靠下口罩遮我的下巴，是不是？口罩遮得住吗？好，你先，我先。我先吗？烦。超后座。高高的地方冲，这样才有雪啊！你冲太快了。找高高的地方搓啊，这样才有雪啊！你说什么？找高高的地方搓，这样才有雪。有啊，我刚就已经这样做了。哦。
该比较松啦。真的、哦？我那里边边的。还有没有什么线没有滑到，想要滑一滑的？没有了，没有了。
其实在滑的时候就变成普通大声而已。而且我怀疑我们滑的时候应该什么都听不到，要专心。不专心会摔倒。
去砌墙的人，一直把墙变小。对啊，我帮这里开拓雪场。好，我这样拉好了吗？我的博维去哪里了？在这吗？不是，那是你的那个。我的博维不见了，它全都在外套里啊。所以不用，你拉的不是你的，所以不用拉了，就这样。也可以啊，随便你。现在没有雾。好，谁先？每天都在谁先？走啊，走啊。哦，跟你一起来，有树哎、欸！我说你会弄到树。动不了。不要来我这兒。好。我要转向，我找到。那我先转。你先转啊。好，好深，好深，好深。那一下很深。你在干嘛啦？没有，小心后面有人。他好像要一路向下，他的板头都翘起来的，一直在雪上飘。哦，他摔倒了，他摔倒了。这里应该很深。要就滑左边一点，左边应该都还很深。是啊，还好啦，也没有多深。嗯，还好。
觉得那个下跑好像只能一次啊，如果你真的要两点半的话。对啊，没关系啊。
前拍一拍，拍一拍应该就好了。这手套就算不能触控，因为它很小很合，所以也是不错，可以戴两层。你下次记得戴这一副。嗯，其实也还好，就是我也不管今天会不会冷，我就是戴着。很风急，又有蓝天。没有，一滴滴，能见度好一点，好像快不够长。东莞拜拜，牛不对，那叫鹅肝三明治，油滋滋的，胆固醇破表，我想马上来一颗喜客子。那你马上来一颗喜客子。医生说你不管，就是说平常我们这种没吃药就胆固醇过高，但吃药吃什么东西都没关系。医生自己都这样讲。我看我的电量剩多少。Family， 他呢？他叫什么？他呢？但是我觉得我看到的牌子就是不是这样写，是你一直说他那之声，但是他写他呢什么东西的？是啊，我现在的电量就只剩一半。嗯，还撑，应该还撑得到回去吧。应该吧，一半烧的。但是证明了这条线不大行的，不行的，对不起的。有没有保证强壮的线？没有，没有保证。而且重点是这个才是一公尺。对啊，就一公尺又保，还是1.5，一公尺又保证强壮的线。之前线紧的要命，太紧了。对啊，这个长度不错，但是怎么头这么不耐？那如果就是像 iPhone 头帮他加那个头呢？意思一样啊，你那边加长，你上面要去凹它，意思一样。重点就是在于，只能顺着用它。四小屋都雾着吧，看不到。东莞山应该小屋本来就看不到的。是啊，太远了。哎呀，要到了，要到了。两根柱子，那我要带起来了。对了，我自己也没带。再走远一点，但是手拿也很重啊。
要再走一点，是不是？走就走。Thank you.
快摔死了。因为你跟然后控速忽快忽慢不行的时候。不是，地也很烂。对啊，是啊。地很烂，我怎么又跟然后又快摔死了？我算了。对啊。我先敲敲鞋子。啊？你说沙子都不见了？嗯。我去，先去找一下吧。你又反了，没看到啊，坐在那里，怎样的酸的？啊，不是，平常不是那种颜色。是啊。我现在我过去看看吗？不要了，你进得去出不来。我都没有。没有啊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样子我们刮不干净啊。有去那边刮的拿过来吗？不行，要刮啦！拿进去融化也是一个方法。我留下来的时间就是要给它融化。乖乖啦，我要去刮刮，那我刮刮再搬回来。哦，那我先插着，先插着。哎呀！关起来了。啊。